卡路里爆炸 ，Oh my goodness， look at that， 特别一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在 New Jersey， 然后今天带你们去看看川普盖的赌场里面的。有礼貌吗？今天带你们去看看川普开的赌场里面的自助餐厅怎么样 ？Let's go。OK， 大家有个问题，这个楼本来是川普开的那个赌场 Taj Mahal， 但是现在变成了 Hard Rock， 被他们买了。等一下，别走，他们肯定有自助餐厅，咱们去看一下吧。感觉我在一个电影院，不知道为啥，哎，就在这里，怎么没人啊？一个人都没有。是不是不好吃 ？Beer， 哇哦，早上就要喝酒。啊，这边是 VIP 的人排队，你看这么多 VIP 的人，然后这边是我们普通人。现在只有 VIP 能进去，我们普通人得等。真的没人，一个人都没有。OK， 一个人有。这样子的一个地方，哇，这边美国自助餐厅的盘子好大呀。哎，怎么有一股中国菜的感觉？还有炒饭。还有这个是酸甜鸡肉，好像加蒜卷儿。哎，这个好，炸馄饨、薯条、fried chicken 炸鸡、hot roll。Yo, what is this? Can I get some of that? What is meatloaf? Yeah, sure. Just a little bit. Meatloaf. 这个是肉蛋糕、烤鸡。Yeah, that's enough. Thank you. Thank you very much. Perfect. Thank you very much.好多油啊，那个虾，土豆泥 station， 算了吧，这个吃的很饱，又没有营养，吃不回本。这是地面，这种眼睛看我，我已经有西兰花，算了，这个也算了，我来一点这个，这个里面还有火鸡，要吃贵的，好吧，便宜的算了。吃自助餐一定要吃贵的哈，大家。沙拉算了吧，沙拉便宜。哦，这个感觉好好吃，好大一个 muffin。哦，这个贵的，怎么感觉不太新鲜？有点不是很好看，对吧？我要不要吃？我吃一个，好吧，到时候拉肚子就那样吧。这边有虾，这个是贝壳，但这个也感觉不新鲜。这个自助餐厅好小哎，而且没有贵的东西，我这样怎么吃回本？哦，对不起。还有一部分，这边是好像意大利的，他们这边能做披萨。哦，还有三文鱼，还有意大利饺子。这个是鸡肉好像。我翻译试一下这个鸡肉。Yeah, this is the stuff, prime rib. That's what I want. You know, that is a huge slice. Yes, that looks good. 早知道吃这个东西哈，里面看好大一块肉。给你们看一下我拿的东西，因为他们不让我拍，所以我只能用那个手机偷偷的拍。早知道有这个这么大一块肉，我只吃这个，因为别的都真的很失望，特别是那个海鲜。你们看这个 oyster 好沙的呀，一个 oyster， 还有我最爱的苏打水。又到了大家最爱的苏打水环节，大家猜一下这次要自助餐啊？对不起，打扰了。最后我也拿了一点沙拉。不要，补充一下健康维生素什么的。我先试一下那个 oyster， 因为我真的怕不新鲜，真的好 sad 的一个 oyster， 感觉买一个罐头里面的那个 oyster 比这个好很多。为了你们的三连啊，记得关注、转发、点赞。如果我拉肚子，我就拉肚子。还行，不腥，就那样，特别一般的 oyster。试一下这个 clam， 没有贝壳的形状已经。特别一般，而且那个应该是最贵的东西。这下这个 meatloaf， 哎， meatloaf 还 OK。Look at this bad boy。Let's go baby。Oh, that's good， 因为是慢炖，好像低温很长时间烤，就是那种5个小时、8个小时的那种，特别嫩。嗯，这个很好吃。早知道我只吃那个，而且这个肯定不便宜，只吃这个就可以吃回本。应该。你们看这些选择，你们觉得值吗？$30只吃那个牛肉，你们觉得能吃回本吗？刷弹幕告诉我。试一下他们的这个烤鸡，感觉有点干，确实有点干。然后最后我找到了一个像红烧肉的一个东西，是不是红烧肉？我不知道，我们试一下。不是红烧肉，但是有点像它外面的那个酱，是那种 barbecue sauce， 所以有点甜，它的嫩度跟红烧肉特别像，而且它的做法应该类似的，就是那种炖，
还有那个 smoke 的味道，稍微有点太甜。他们这边好爱放很多酱啊，跟红烧肉没法比。他们这个 Hard Rock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，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 IP， 可以吃东西，可以喝酒，可以看表演。我很想知道之前还是川普的那个赌场的时候，是的，会不会比这个好吃，或者比这个差？看一下他们的虾。虾还行，虾可以吃，生蚝和贝壳千万不要碰了。这个是美国最经典的美式中餐的一个菜之一 ，General Tso's Chicken， 有点像锅包肉，但是用鸡肉做，还行。这块三文鱼有点 sad， 还不错，果然是意大利的东西都好吃，牛排、三文鱼都来自我们意大利 corner， 大哥呀。然后我试一下他们的这个，不知道是烤鸡、炖鸡什么鸡。你就是个鸡。嗯，好吃。还是没有很多人，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一般就不会来，还不知道我会不会拉肚子。下点局嘛。不会的。对了，你们肯定在想波波为什么来一个赌场呢？就是我朋友 Eric 的妈妈有一个免费的，就是我们可以免费来这边住几天，然后免费吃东西，但我们不会赌，我们在这边玩几天就 OK 了。吃草，补充一下维生素。没想到他们的沙拉会比别的东西好吃多了。你们要记得哈，来自助餐厅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碰到那个主食，不要吃面包，不要吃米饭，因为那个东西最便宜，你这样肯定吃不回本。但是还有一个事情，如果你们吃那个烤牛肉，只能一片一片的吃，因为他们是一个人一片。我快饱了，大家吃了一大块肉，挺爽的。这个我就不想浪费啊，我不浪费任何东西，我要把它吃掉。真的稍微有一点失望，我以为会有各种各样的选择嘛。我们在海边，最近嘛更多海鲜，对吧？海鲜，我一会儿给你们看，我前面有海鲜，对吧？我前面有海边，只有虾和不新鲜的生蚝和贝壳。好多油啊，你这个西兰花好多油，我想踩一下它的油，真的太多了，猜一下给你们看啊，它里面有多少油。你们以为你们在吃健康的东西，结果吃来一口油，卡路里爆炸。 Oh my goodness， 怪不得美国这么多胖子。我拿了有点多，一会儿去健身房锻炼，好饱。问题是如果是很好吃的东西，然后我吃得饱，那就很开心。但我吃得饱是一些不太好吃的东西，特别一般的东西，我就有点没有成就感，你知道吗？就感觉我白饱了。给你们看一下啊，有证据，都吃完了哈。大家如果你们来这个 New Jersey 的 Hard Rock 赌场，我建议不要来这个自助餐厅，非得要来的话只吃那个牛，那个烤牛肉，那个 meatloaf 也可以试一下，但不值，吃不回本，好失望的一期。行，这个视频就到这了，别忘了关注、转发、点赞，一键三连。记住 whatever problems you have in life you always have 自助餐厅。